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祝大家平安。今日是四旬期第一主日，晋堂咏。上主说，他若呼求我，我必应允，我必拯救他，也必光荣他，使他得享长寿。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大家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各位尊兄弟姊妹，我们又开始今年的四旬期，让我们怀着一份忏悔的心，在四旬期里面特别为基督的缘故改善自己的生活。愿意我们在主的台前谦逊地承认自己生活上种种的过犯，我们需要天主的怜悯。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认我在思言行为上的过失，我罪，我的重罪。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姊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阿们。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基督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上主求你垂怜。请大家祈祷。全能的天主，求你帮助我们善度每年的神圣四旬期，日益领悟基督救赎我们的奥迹，更愿我们靠你的圣宠，以相称的生活结出美果。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祂同你同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我们读经是月年读经。读经一，攻读创世纪。天主对诺厄和他的儿子说，看，我现在与你们及你们未来的后裔立约，并同与你们一起的所有生物、飞鸟、牲畜和地上所有野兽，即凡由方舟出来的地上所有生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以后决不再受洪水淹灭，再没有洪水来毁灭大地。天主说，这是我与你们及同你们一起的所有生物立约的永远标记。我把红霓放在云间，作我与大地立约的标记。几时我轻云遮盖大地，云中要出现红霓，那时我便想起我与你们及各种属血肉的生物所立的盟约。这样水就不会再成为洪水，毁灭所有血肉的生物。上主的话。感谢天主。答唱咏，答句是，上主以慈爱和忠诚对待遵守他盟约和诫命的人。上主以慈爱和忠诚对待遵守他盟约和诫命的人。上主，求你使我认识你的法度，并求你教训我履行你的道路，引我进入真理之途。我终日仰望你，因你是救我的天主。上主以慈爱和忠诚对待遵守他盟约和诫命的人。上主，
求你记起你的仁慈，因为你的慈爱由亘古以来就常存在。求你忘记我年轻时的罪愆和过犯。上主，求你按照你的仁慈和良善纪念我。上主以慈爱和忠诚对待遵守他盟约和诫命的人。因为上主仁慈又正直，常领迷途者归回正路，引导谦卑者遵守正义，教导善良者走入正途。上主以慈爱和忠诚对待遵守他盟约和诫命的人。读经二，攻读圣伯多禄前书。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曾一次为罪而死，且是义人代替不义的人，为将我们领到天主面前。就肉身来说，他固然被处死了，但就神魂来说，他却复活了。他藉这神魂曾去给那些在肉中的灵魂宣讲，这些灵魂从前在诺厄建造方舟的时日，天主内心期待之时，原是不信的人。当时乃方舟经过水而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生灵。这水所预表的圣洗，现在乃耶稣基督的复活拯救了你们，并不是涤除肉体的污秽，而是要求对天主有一颗纯洁的良心。至于耶稣基督，他升了天，坐在天主的右边，众天使、掌权者和义能者都屈服在他权下。上主的话，感谢天主。福音前欢呼，基督天主圣言，愿光荣归于你。基督天主圣言，愿光荣归于你。人生活不只靠饼，也靠天主所说的一切话。基督天主圣言，愿光荣归于你。愿主与你哋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攻读圣马尔谷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那时候，圣神催促耶稣到旷野去。耶稣在旷野里40天之久，受撒旦的试探，与野兽在一起，并有天使服侍他。约翰被监禁后，耶稣来到加利纳亚，宣讲天主的福音，说：时期已满，天主的国临近了，你们悔改，顺从福音吧。上主的话，基督，我们赞美你。今日嘅福音，耶稣开始出嚟宣讲。佢第一句话就系话：你哋悔改，顺从福音。咁我就用呢一句话做我哋今日四旬期第一主日道理嘅主题吓。耶稣宣讲一开始就系呢句话：悔改，顺从福音，好清晰嘅一个信息，让我哋用呢一个嚟做主题。去反省今日嘅几篇读经吓，你会发现里边其实都讲同样嘅嘢，系要求人悔改、顺从一个喜讯。咁呢个呢句话，你可以话隐藏喺今日嘅三篇读经里边。好，第一篇
嚟自创世纪，故事系讲诺厄方舟嘅故事，大家都熟悉呢个故事啦。因为人嘅罪过造成洪水灭世，呢个故事嘅形式去表达罪过嗰种破坏力系几咁大，带嚟整个大地都受伤害。结果系点呢？结果有几个正义嘅人又唔死得啊，但系带出一个好嘅消息。今日就天主就咁样讲啊，天主都见到罪过嘅破坏力，然后就同诺厄同佢嘅儿子立约，就话以后都唔会再有洪水灭世，水唔再系毁灭呢个世界。这个其实是好消息来的。天主看到罪恶的破坏力，但是你可以说预先已经讲了他的拯救同样是有这么大的力量，他不会再用水来惩罚人的罪过。所以要求人只要你不犯罪就不会有这些这么大的破坏力出现。但是天主的宽恕，天主的慈悲就显露了出来了。天主用红泥做标记，就是说天主会记住，一见到个红泥天主就想起不会再惩罚人。这个是天主立约里面的其中一项，天主提醒自己，我以后都不会用洪水去毁灭这个世界。这个第一篇读经给到我们带出隐含了一个好的消息在这里。第二篇来自《伯多禄前书》，这个作者借用诺厄方舟的故事去讲。诺厄方舟呢，就使到八个生灵得到拯救，但耶稣基督呢，就使所有人得到拯救。这个比诺厄方舟的故事好得多啦，耶稣基督的拯救那些力量。诺厄方舟的故事，水是一种毁灭的力量，罪过带来一种毁灭的力量，但是耶稣基督的来临使到水都变迷变了质，水现在不是用来毁灭人的，来自耶稣基督祝圣了的水是为人带来拯救，很清楚的。本来跟着就是提出圣洗圣事的那种力量，能够改变人一生，给到人一份这样救恩的恩宠。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说悔改顺从福音嘛，悔改是一个条件来的。你想领受这些恩赐吗？你需要悔改。你不悔改，不将自己的心转向天主的时候，拯救的力量不是说它没有力量，而这些力量不能够在你身上产生功效。用圣洗圣事做例子，我们每年都有这么多人领洗，我们相信这件是一件有效的圣事，的确能够使到人领受救赎的恩宠，但是是需要这个领洗的人有一份悔过的心。如果这个人本住另外一个心态去领受这件圣事呢，比方很多人，我不知道，我不去判断人，可能动机不是那么纯正，本住另外一个动机去领受洗礼，请问洗礼有没有在他身上产生功效啊？起码我们道理里面就说，如果你没有悔改的心，这件有效的圣事并不能够在你身上产生这些功效。不是说这件圣事无效，而是你自己没有悔改的心，没有将自己的心转向天主。这件圣事几时有效啊？当有一日你悔改的时候，你不用再领洗的，这件圣事的恩宠才会在你身上产生这个救赎的效果。所以悔改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所以悔改顺从福音，顺从福音当然是好事啦，但是需要人悔改。所以第二篇读经都带出一个这样的信息给我们。第三篇来自马尔谷福音，这里是很简单地讲出
耶稣来临的时候宣讲的内容，就是耶稣听到约翰被监禁，就来到加利纳开始宣讲。这个重要，因为我们今天念玫瑰经光明三端，就是讲耶稣宣讲天国的福音。内容是什么东西？很简单的，你们悔改顺从福音，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信息，要求人悔改，离开你往日背向天主的一种生活态度，现在转向天主，才叫做悔改顺从来自耶稣基督的福音。什么叫做顺从福音？耶稣基督的来临就是福音的来临，好消息的来临，所以你可以用耶稣摆咗入去呢句话里边，你哋悔改顺从耶稣啦。你信悔改信耶稣就系最重要嘅信息。耶稣基督佢嘅功劳足以遮盖你所有嘅罪过，你信佢，你悔改信佢啊！当你信嘅时候，福音就产生啦，为你就成为一个喜讯，一个好消息。所以信息不是那么难把握，问题你有没有了解这句话那种那个力量，悔改顺从耶稣。好，我们说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让我们好好去反省这个主题，在四旬期里面以这个时时记得这句耶稣宣讲第一句话，就是这句悔改顺从福音。四旬期有很多时我们都会问，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事呢？这个是所有来到约翰洗者面前的人愿意接受这个悔改洗礼，他们就是问这件事了。我们该作什么，做什么事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内心是的确已经悔改了，跟着做些什么事呢？约翰使者就看看这个人是什么人，对着他要求他做一些事，去表示他真的内心已经悔改了。所以叫税吏不要那么贪心，叫做兵士的要粮饷知足等等，叫不要骗人。总之针对每一个人的现状提出他具体的行为，怎样去配合内心的悔改。如果你们有领圣灰的话，领圣灰那天我喜欢用这句话，就是这句，你们悔改顺从福音，就是用耶稣的话为你头上撒灰，提醒你在这个四旬期记得这句话，悔改顺从福音，是这么多。好，我们又揸住这句话去想下，悔改顺从福音。悔改这句话呢不难懂的，是有罪过才要悔改的。你没有罪过改些什么呢？你已经面向了天主了，就不需要再拧回转头了。所以悔改是假定你生活在一个背向天主的环境里面，现在你要回过头来向着天主，这个才叫做悔改。所以悔改离开罪恶的行为并不是说很消极的事，我消极地不做一些不好的事，其实这件事本身已经包含了一个很积极的幅度，因为你悔改的时候已经是面向着耶稣基督，还说不正面，面向耶稣基督就已经是很正面的一件事。咁我就尝试用做啲乜嘢嘢去配合你嘅内心悔改。我用一啲好传统嘅嘢，一啲都唔新，用最传统嘅嘢提点你哋啊，四旬期可以做啲乜嘢嘢呢，表达我内心嘅悔改。我用最传统嘅七罪宗。七罪宗系我几喜欢讲嘅一啲嘢。记住外面的坊间呢，亦做七宗罪，七宗罪亦都唔好。呢度并唔系讲七种罪过，
不是，而是告诉你七种罪恶的根源，所以说罪的根源。因为这七样东西你就这样看呢，平平无奇，你们个个都有机会犯，但正正是这么简单，你也不注意它那些力量，破坏的力量，因为由它它带出一些更严重的罪过。所以我就尝试用这七样东西帮助大家简单地做反省，这七样东西我们个个都有份，骄傲、悭吝、迷失、愤怒、嫉妒、贪图、懒惰。听完是不是说七样东西自己都有可能犯过啊？边个够胆话某样东西我冇，从来都冇犯过啊？好少，因为太普通了，太容易做得到，几乎日日都有份碰到呢几样嘢，先至唔觉得佢嘅严重性啊。所以骄傲，人第一个罪过就系骄傲啊。同天主相比，想自己取代天主的地位，用在我们具体的生活里面，哪个不认叻过啊？哪个不觉得自己比人家好啊？哪个不有时看不起别人啊？个个都有份的。有时忘记了，正正是这种这样的态度，就破坏你和人的关系，因为你骄傲，有时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所以值得每个人自我做反省，骄傲的时候甚至你连天主都不要，你觉得我自己什么都搞定，我不需要他，所以生活上没有天主，因为你骄傲，你根本不需要求他，谦虚地求天主赏赐些什么给你自己。第二个是悭吝，有时我们讲成孤寒啊，唔一定系财物上嘅孤寒啊。有时我哋一种唔愿意同人哋分享嘅心态就系悭吝。我唔愿意同人分享我嘅时间，我唔愿意俾时间你。我悭吝我嘅时间，我悭吝我嘅精力，或者话我哋做学生嘅时代，我悭吝我自己嘅知识，我唔愿意同你分享我识嘅嘢。都是悭吝，不愿意跟人家分享的一种心态，我想是我自己拥有，不想你有，我悭吝。迷失啊，我们这个色情文化的时代，迷失就是天天都你都会碰到，你打开手机打开电脑就有的了，特别是手机特别跳出来的这些今日的色情文化深入到去每一个小小的角落。所以值得我们提点自己，要从这些色情文化里面受它影响里面释放出来，是一件毫不简单的事，值得我们好好去反省一下，用些什么东西可以抗拒这种色情的文化。愤怒，愤怒很多时候都是由一个环境或者某些人物造成自己的一种自然反应，但有时我们太容易将自己的愤怒合理化，将自己的愤怒用一些漂亮的名词去美化它，特别喜欢用我是发易怒而已，那么容易吗？易怒很多时候我们毫不节制，甚至连小朋友我们都会见到 Angry Bird 好像是变成一种好东西，其实都是愤怒是不好的。圣经上面愤怒跟着就凶杀，杀人加音杀自己的弟弟，因为愤怒天主不接纳他的东西，所以愤怒能够的破坏力是很大。所以记住，耶稣好似系嬲，但耶稣从来唔会因为愤怒而去伤害人。耶稣只系为人所做嘅嘢吓。嫉妒，嫉妒就系我哋唔能够忍受别人比自己好，形成一种
挑剔文化，只会见到别人的弱点，不懂得欣赏人的好处。人人个个都有好的不好的地方，但是嫉妒就会使到你专是放大人的弱点，不晓得欣赏个个人都原来有他欣赏值得你欣赏的地方。因为我们嫉妒，不肯承认人有时是会比自己好。贪偷本来是讲食物上毫不节制。用我们传统的说话，就是能够造成一种很没有衣食的文化，浪费，浪费食物。香港每一日多少吨的厨余是丢了。如果我们不想这些东西继续下去的话，吃少一些自助餐，这些是很 不合理的浪费，值得我们不要养成一种没有衣食的文化，没有衣食的心态。好，最后一种最不注意的七罪中，就是懒惰。我们最不注意的，你认为有什么东西大不了，懒惰而已。但是圣经上面是很清晰讲懒惰是不对的。耶稣说，你这个懒惰的仆人，没有用到天主给你的才能去为天主去做事，就是因为他懒惰。圣保禄就是看到自己的基督徒懒惰好管闲事，所以就说哪个不工作就不要吃饭。我想年轻的一代就是懒惰相当普遍，即是不尽力，不爱惜光阴，这些我们经常都会教训下一代，但是个个都会犯到懒惰的恶习。你看到七样东西，哪一样东西是你绝对不会犯呢？很难，你会发现七样东西你都有可能犯。不妨在这个四旬期，在这七样东西里面去做反省，去悔改。特别是一些你时时真的会犯到的某一两项，针对这些，在这个四旬期，我在这几样罪中里面我要悔改。我以前在这些事情上面的确是背向天主的，无论这件事是什么事，我愿意悔改。在四旬期做一个以反省七罪中的修和圣事，起码我做一次，专是针对这七样东西，我愿意做一个，好好准备自己的心灵去过耶稣基督的苦难和复活节。这样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有意义的四旬期，记住耶稣对我们很简单的要求，悔改顺从福音。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让我们起身向天主宣发信仰。我信唯一的天主，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世之前由圣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圣同体，万物是藉着他而造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他因圣神由童贞玛利亚取的肉躯而成为人，他在搬着比拉多执政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埋葬。他正如圣经所载，第三日复活了。他升了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还要光荣地降来审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国
万世无疆。我信圣神，他是主及赋予生命者，由圣父圣子所共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钦崇，同享光荣。他曾藉先知们发言，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我承认赦罪的圣洗只有一个，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阿们。各位主内兄弟姊妹，让我们这个团体，将我们每一个人连同自己的家庭，我们的教会与我们社会的需要，都向天上的慈父恳求。请为普世教会祈祷。慈悲爱人的天主子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今日的读经里面，天父因对人类的慈爱，派遣了亲生子到世界上来拯救我们，恳求天主圣子继续临于我们中间，带领普世教会在新一年的四旬期能够紧随你的教导，痛悔己罪，实践福音精神。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请继续为新冠肺炎疫情祈祷。创造万物的天主圣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各国的人民开始接受新冠肺炎的疫苗注射，期盼疫情受到控制。求天主父保守和怜悯我们，特别求你赐智慧给科研人员和政府官员，以负责任和专业的态度去跟进疫情的事宜。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请为缅甸人民祈祷。施予真理的天主圣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近日缅甸发生军事政变，而人民走到上街争取自己期望的未来，同时发生了伤亡。求天主圣神保守缅甸，教导当权者理性地与人民对话，举国以积极和和平解决纷争，走出困境。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请为将于复活节领受入门圣事的兄弟姊妹祈祷。创造生命的天主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慕道者本来会在这一个四旬期主日参加恩选礼，成为后洗者，但因疫情关系而顺延。求天主父祝福他们能够继续在生活上跟随你，好好准备加入教会，成为你子女的重要时刻。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天主圣神，求你降临光照我们的心田，藉天主圣言提醒我们是藉天主的话而生活。现在就让我们静默片刻，向圣父呈上我们内心的请求。求你以基督这一份超乎各种意想的平安，固守我们的心思念虑。为此我们同声祈祷。求主俯听我们。仁慈的天父，以上是我们这个团体向你的祷告。在今日四旬期的第一主日，求你赏赐恩宠给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使他们能够记得
今日耶稣在福音的教训，你们悔改顺从福音。我们这样祈求，因你的圣子我们的主基督的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食粮，我们赞美你。我们将大地和人力的产物呈献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愿天主永受赞美。上主，万有的天主，你赐给我们饮品，我们赞美你。我们将这杯葡萄酒呈献给你，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品。愿天主永受赞美。各位主内兄弟姊妹，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上主，我们在这个神圣的四旬期开始向你献上礼品，求你更新我们的生活，好能符合这个祭献的精神。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举心向上，我们全心归向上主。请众感谢主，我们的天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藉着主基督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有助我们获得救恩。基督以四十日的严斋树立了四旬期克己的典范，他摧毁了古蛇的一切陷阱，教导我们克胜邪恶的酵母，使我们今世能以虔敬的心庆祝逾越奥迹，来日终能参与永恒的逾越节。为此我们随同天使及全体圣人同声歌颂你，不停地欢呼。圣圣圣，上主万有的主，你的光荣充满天地，欢呼之声响彻云霄。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欢呼之声响彻云霄。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求你派遣圣神祝圣这些礼品，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得今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你，把面饼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又感谢了你，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为纪念我而举行这事。信德的奥迹。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地来临。常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和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能够在你台前侍奉你。
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在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之后，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我们的教宗方济各，我们的宗座处理汤翰书记，以及全体教士，使他们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垂念我们的兄弟姊妹，他们怀住复活的希望而安息，并求你垂念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享见你圣容的光辉。求你垂念我们众人，使我们能够同天主之母、同贞荣福玛利亚、圣母的正配圣若瑟、诸圣宗徒，以及历代孝爱你的全体圣人共享永生，并使我们藉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显扬你。藉着基督，皆同基督，在基督内，一切崇敬和荣耀归于你，全能的天主圣父及与你同体的圣神，世世无穷。阿们。让我们一起用耶稣基督亲自教我们的经文，向我们的天父祈求。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上主，我们期待住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因赐我们今世平安，使我们仰赖你的仁慈永久脱免罪恶，并且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天下万国普世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讲话：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赐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阿们。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请大家互祝基督的平安。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今日来赴宴的人是有福的。主，我当起你到我心里来，只要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领主荣。人生活不只靠饼，也靠天主所说的一切话。神领圣体经。我的耶稣，我真心全信你在圣体圣事内，我爱你超过一切，我渴望领你到我的心中。既然我现在不能实领你，请赏我至少神领你的恩典。我拥抱你，完全与你结合，像你实在到了我的心中一样，别让我再与你分离。阿们。
请大家祈祷。上主，你藉住天上的食粮坚强我们的信望爱三德，求你激发我们时常渴慕基督，因为祂是真实的生命之粮，也都求你使我们时常遵照你所说的一切话而生活。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阿们。愿主与你们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阿们。尼撒礼成，感谢天主。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耶稣基督，我藉着洗礼与你同死同埋，你既藉父的光荣从死者中复活，使我也能在新生活中道生。昔日的我已与你同钉在十字架上，使我罪显消逝，不再作罪恶的奴隶。我既与你同死，亦必与你同生，死于罪恶，活于天主。主，我曾多次挣扎，多次跌倒，虽然我知道你就在我身旁，我却掉头离你而去。基督，请原谅我，并帮助全人类认识、爱慕和尊敬你。愿我能在众兄弟姊妹中寻到你，跟随你，在苦路上与你并肩前进。圣至高原十字架上，慈母臂上呆立其旁，巨目仰望泪流长。第一处，耶稣被判处死刑。耶稣基督，我们钦崇你，赞美你，你藉十字圣架救赎了世界。耶稣站在比拉多面前，这是耶稣与世俗的一场生死之战。比拉多代表世俗向耶稣挑战，你要站在哪一边，选择哪一边的旗帜。拥护世俗即是判处基督，拥护基督那是要为了爱而甘心被判处死刑。我知道我直到今天站在那一边了，我痛悔。那么明天我要如何呢？主啊，我向你说，我不是世俗的人，我明白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心灵惨痛不甘沉吟，应是爱之而切情深，心如利刃刺透心。第二处，耶稣背十字架。耶稣基督，我们钦崇你，赞美你，你藉十字圣架救赎了世界。他以爱接受了我所有的罪恶和被爱的负担。我犯了罪而没有补偿，他为我做补赎。这一切的罪恶与悲哀都压在他的肩上，为此我是害他的凶手，不是他的门徒。现在我愿意跟他学习，背起我的十字架随从他。现在我立志做补赎，偿还我的罪债，还补他赐的爱。主，我愿意做你的门徒，弃绝自己，背负我的十字架。独自之母束缚正泪，内心痛苦谁堪比喻，心意爱再莫可喻。第三处，
耶稣第一次跌倒。耶稣基督，我们钦崇你，赞美你。你藉十字圣架救赎了世界。他跌倒，因为我的罪压倒了他。他跌倒，为使我跌倒以后不要沮丧。如果我的生活有困扰，如果我跌倒，我要记取我的十字架也加重他的负担。他把我的罪恶、我的无能、我软弱无力、我的一切都背负在他的肩上。因为他是我的兄长，所以陪我到此一生。他把我的生活、我的工作所制造的十字架都放在他的肩上。主，赐我感受你轭的柔软，你担子的轻快。荣光之子如是参创，因此自无见而制创，被服被系统救唱。第四处，耶稣途中遇母亲。耶稣基督，我们钦崇你，赞美你。你藉十字圣架救赎了世界。一把剑刺入圣母的心内，行刺的人是我。我在耶路撒冷的街上把剑投向耶稣。我曾使多少人哭泣，也使他哭泣。我的心眼，我确知是我在主的双肩上放置了木架。我确知是我用剑刺透了圣母温柔的心。主，求你把我铁石的心变为血肉的心。目睹爱子还足极扬，只用任淡涕泪彷徨，孰能见此不痛伤。第五处，西拉那人帮助耶稣背十字架。耶稣基督，我们钦崇你，赞美你。你藉十字圣架救赎了世界。我面对负十字架的耶稣，视若无睹，和西拉那人一样自私。兵士强迫他，使他丧失了漠然的态度，负起十字架。我的爱心，我的痛悔，是否催促我摆脱我颓丧和胆怯，而祈求主耶稣，让我为他背负十字架？因为在十字架上有救赎，有生命，因为我需要十字架，因为十字架是我最有应得的。因此，我愿意陪伴我的兄长，背负我的十字架。主，把你的十字架给我背吧。见自耶稣受尽艰辛，为救其民愿舍己身，惨被鞭打哭绝伦。第六处，圣父为耶稣赦免。耶稣基督，我们钦崇你，赞美你。你藉十字圣架救赎了世界。我如其他面对群众的人那样怯懦，不敢在人面前承认耶稣，不敢如这位圣父走到大路上去，到耶稣跟前，拭去他面上的污垢。我在人面前就不敢做虔诚的教友，我不敢做慈悲的人，不敢给千万基督献身的人，即受苦的人、受侮辱的人、
除去痛苦和污辱，我不敢。主，求你消除我的怯懦，助我在世人前宣扬你。痛苦之母受伤不见，因见圣子被遭磨贱，其离去我共同赐。第七处，耶稣第二次跌倒。耶稣基督，我们钦崇你，赞美你。你藉十字圣架救赎了世界。耶稣跌倒在兵士的脚下，受莫大的侮辱。他来不是为受人的服役，而是给人服务。他被抛弃，受万民的侮辱。耶稣受人践踏，为使我把世界的光荣搭在足下，轻视一切炫耀、夸张、骄傲、自大。为教训你谦逊，耶稣为中途洗脚，为使人人能领他到心中。耶稣答复一切人的要求，来，我们随从他去践踏虚荣。主，学生不愿胜过老师，请赐我和你一样接受挫折和侮辱。代求你慈悲之圣心，增我心灵坚劲热心，相加爱慕情意心。第八处，耶稣劝告耶路撒冷的妇女。耶稣基督，我们钦崇你，赞美你。你藉十字圣架救赎了世界。耶路撒冷的妇女跟着耶稣哭泣，主对他们这种表现略有责备的意思。耶稣更喜欢豪气的同情心，这在痛悔与补赎中，他要求你能表现出来。感觉的虔诚不难，我们往往逃避带有牺牲的虔诚，就是刻苦追随耶稣，豪爽地承认信德。当耶稣路过的时候，哭泣的人很多，但追随他走苦路的人何其少哦。葡萄园里的枯枝很多，但是被果实压弯了的活枝何其少哦。主，你垂视我，斥责我，你认识我的软弱，求你领我走上你的路途，以向拉匝禄说的话给我说，你起来行走吧。行其之无分你悲情，并将你自身受酷刑，深深铭刻我心灵。第九处，耶稣第三次跌倒。耶稣基督，我们钦崇你，赞美你。你藉十字圣架救赎了世界。耶稣一而再的跌倒在地上，一而再的起来前进，这是教训我要有英勇的恒心。因为在追随基督的途中，疲倦为人人所不免，也是常有的事。这是我的生命的弱点，我倦于追随他，倦于修德。我疲倦，我厌烦。基督跌倒了，又起来了，一直走到了终点。主，是如此，不管路有多么艰苦，多么长远，我常要起来，
常要前进，直到生命的终点。耶稣，你几时看到我沉沦、丧失信心？求你伸手提携我，开口向我说：小信德的人，为什么疑惑呢？圣子耶稣为救我们，偏上苦辱并以身信，祈祷我们出迷障。第十处，耶稣被人剥去衣服。耶稣基督，我们钦崇你，赞美你。你即十字圣架救赎了世界，被剥夺一切，摆脱人把我们捆在地上的一切束缚，你才真有自由。耶稣被剥夺了，关于我对事物、世俗的、快乐的、亲人的贪欲，一无所有。耶稣是贫穷的，耶稣是孤独的，我却是富有的。我有光彩，我被人宠幸。为了我的罪、我的恶欲望、我的吝啬、我的不义，耶稣忍受贫穷、羞辱、孤独。主，我是否该学习心内不乱尘世？是否该明了如何贫穷、如何谦逊、如何似你？主，请你说话，你的仆人在此恭听。十字圣架救赎之处，圣子死难偿我罪愆，恨要我追复天宇。第十一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我们钦崇你，赞美你。你即十字圣架救赎了世界。锤子敲打，铁钉刺透了基督的骨肉，我的罪在锤击，我肉肉的罪在侵蚀基督的血肉，我的日落使他遍体伤残，我的奢侈使他血迹斑斑。他双手张开，与双足同被铁钉穿透，被钉在十字架上。世俗在讽刺说：你从十字架上下来，你从十字架上下来。我说：主，不要，不要下来，这刑罚正是我最应得的。你替我受苦，你若离开十字架，我将如何得救呢？主，你不要下来，让我藏在你的圣箱里，为使我的心内痛悔我罪，清洁我的身体。同静圣母神圣之后，乃你赐恩允我哀求，得上与你同悲受。第十二处，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我们钦崇你，赞美你。你即十字圣架救赎了世界。耶稣大喊一声，垂头断了气。他把灵魂交付于圣父的手里，把他的血、宽恕以及他的母亲放在人的内心里，一切都完成了，没有能做而未做的了。为我还清少吗？为我们还算少吗？是的，因为我们继续犯罪，罪上加罪。
天主的圣血及圣死，好像不足一样。他知道这一层，他自十字架上看到我这可怜的人，他说：我渴。他为爱我，渴望为我受苦，再多多受苦。日复一日，长年累月，历各世纪，每时每分，在祭台上举行祭献，源远流长，永恒不断。我还要继续犯罪吗？主，我还顾到几时呢？耶稣唔常爱为自愿，耶稣圣死救赎自见，赐我信心永不变。第十三处，耶稣尸体从十字架卸下。耶稣基督，我们钦崇你，赞美你。你藉十字圣架救赎了世界。圣母玛利亚把耶稣的尸体抱在怀中，她噙蜜、靜觀、流泪。这是我行为的结果，圣母，这是我制造的。我杀死了你的儿子，我以残酷、冷漠、不仁、不义、怯懦钉死了耶稣。圣母，你给我的耶稣是活的，我还给你却是死了的。这是我的作为，是我一生做的唯一有效的作为。他噙蜜、靜觀、流泪。耶稣已死，我除靜觀求恕之外，我要重新开始。我同圣母玛利亚抱同一信念，基督必要复活。求圣母协助我，与基督一起死，一起复活。像有一天灵肉分离，请勿弃我能占圣仪，永无永光无尽期。第十四处，耶稣葬于坟墓。耶稣基督，我们钦崇你，赞美你。你藉十字圣架救赎了世界。基督的坟墓是希望的所在，是胜利的墓穴，是复活的渴望。守兵警卫，我也要警卫。妇女希望，我也希望，我希望我复活日的黎明，届时我面对面地看他，永恒地享见他。主，请来临，耶稣基督，请来临，请来，请指示你来临的时刻。圣至高原十字架上，慈母臂上呆立其旁，巨目仰望泪流长。耶稣复活，耶稣基督，人类的救主，你用十字架战胜了死亡，你用十字架进入了光荣，你用十字架使我的痛苦有了意义，及呼吸世界喜乐。求你助我继续你救世的工程，共同背负十字架。复活的主向众门徒说，经上曾这样记载，墨西亚必须受苦，第三天要从死者中复活，并且必须从耶路撒冷开始，因他的名向万邦宣讲悔改，以得罪之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
基督在世上再没有别的身体，除了你们的身体以外。他再没有手，除了你们的手外。他再没有脚，除了你们的脚。基督现在要藉你们的眼睛去传达他慈悲的眼神，要用你们的脚四处走动行善，要借你们的手去祝福他人。现在就让我们为教宗的意向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万福玛利亚，你充满圣宠，主与你同在，你在妇女中受赞颂，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天主圣母玛利亚，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